不行，看来他们是找到地方了。或许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刺杀机会了。香嫂，你让李贺跟过去，远远的跟着就是，不要太近，必要的时候过去接应。好。先生几位定做了吗？没有，我叫燕有胜。啊，燕先生啊，楼上左拐第二个房间就是。好，谢谢。请进。是你？怎么不能是我啊？你找我来有事吗？没事啊。我们不是约好要在这喝茶的吗？我们约好的呀。别愣在那儿，赶紧坐下。你跟我大哥是一伙的吗？记住了，我们是约在这儿喝茶的。可我出来跟部队请假，说是还账。跟心爱的人喝茶，顺便还账，这不冲突啊。春轩，吃点银耳莲子羹吧，对身体好。其实，我一直想告诉你一件事情。我是一名军人，你早猜到了，还是早知道了？怪不得你一直对我心存戒心。什么时候的事？你又要去打仗了，还是先把这顿饭吃完吧。今天，你终于告诉了我你的真实身份，我的担心，我的猜想，全都被证实。你就是我们。我们以后不会再见面，这是我们最后的晚餐，你多保重。保重。
上吧，不能伤害谢医生，等他们分开。 白景，特高科白景，他怎么会在这儿？这一定是个陷阱。那怎么办？得等等看。保重。OK了，别着急。 让他走远一点。上。 你是那唐人，果然，你什么都知道。一直在跟我演戏，演戏的是你，我是一名医生，一直也只是一名医生，而你呢，根本就不是什么商人，是一名手上沾满中国人鲜血的刽子手。 我骗你是有原因的。
如果我不跟你撒谎，你能接受？ 谢春勋，这回你还有什么要说的？把刀放下！春勋，把刀放下！把枪都给我放下！把枪都给我放下！队长，我从一开始就跟你说过，这个女人不可信。事实证明，我是对的。 真的，父母见你第一眼，我就忘不了你。可是我也没有机会见到你，我就把自己打伤了，这样你不能多照顾我一下吗？真的，你说完了吗？完了。哎，我爱你，我真的爱你。 我害怕深潭下的蛟龙会一跃而出，只是我没有想到，我竟成了那个屠龙的人。除掉他，是为民除害。我不需要捂嘴辩解。不管结局如何，今天的决定，都由我自己来承担。是我把你拖下水的，我就一定要拉着你到安全的地方，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。 谢谢，你不用自责。如果我自己没有这样的决定，谁也说服不了我。不管怎么样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不会再放开你的手了。 你脖子上挂的那是什么呀？哎，我看看。哎呦，我看一看，拿下来我看一看嘛。哎。
这是我大哥送给我的。富贵长命，长命百岁。常用啊，你可以答应我吗？ 哄哄你了，你那么激动干嘛呀？常用，我问你，不管内藤是不是真的死了。 我失职了。不会的，为什么不接？为什么？我就算你把他打死，谢春轩和春贵能活过来吗？这个时候，请你考虑一下蒋团长的心情。几个月前，我看着二周死，我真他妈没用。 你还没教会我煮咖啡呢，队长，怎么样？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只是一个总在装睡的人，终于被叫醒了。 我很累，让我休息一下吧。
队长怎么样了？谢谢关心，队长已经做完手术了，他现在需要休息。可是我还有很多问题想问。他现在最需要的是休息。关于这次刺杀的事，请理解。 教会医生谢春轩，你的士兵把我的麻药都抢走了，请你帮我协助追回，否则我无法进行手术。是胃穿孔，必须马上手术。啊！可是先生，我们已经没有麻药了，怎么做手术啊？对啊，我们已经没有麻药了，麻药都被你们抢走了。我不做了，我们换个医院去。找我们一二七，来不及了。啊！ 他现在的情况非常危急，如果不做手术的话，会有生命危险。在今后的42小时之内，你可能会出现排尿困难。啊？不过不用担心，这是麻药的作用。麻药。 你不会。 你的伤口有火药灼伤的痕迹，射入伤口呈规整的圆形，这都是近距离中枪的特征。如果你远距离中枪的话，你的伤口应该呈撕裂状。这种状况通常出现在自杀的人身上，不是你自己打的，是谁打的？我要自杀，我自杀，我打这儿干嘛？我打这儿应该。 我是自己打的，可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自己打自己吗？说吧，使劲鞭。我爱你。你老看着我干嘛？好看啊。 吃饭了吗？没够。那你接着看，我吃饭。但我也饿了。嗯，杀的不错呀，有妈妈的味道。不管怎么样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不会再放开你的手了。
哎，开了。嗯，咱俩，七八年没煮咖啡了。嗯，还行。 大柱，你记住了啊，这个炭啊，得外面烧好了以后再放进炉子里，不能在炉子里直接烧。还有咖啡，不能盛得太满，八成就可以。另外呢，每次烧完以后全部洗干净以后再收起来，知不知道？行了，给我吧。哦，对了。 山行军，您辛苦了。白景中尉，你怎么又来了？请问，内藤队长的手术成功吗？非常成功。幸好两颗子弹没有伤着要害。那就好。我想进去看看，可以吗？恐怕不行。 医生交代过，任何人不能打扰他。那我就在门口看一眼，这样可以吗？请不要让我为难。就一眼，我只要确定内藤队长平安无事就好。这也是军司令部的命令，毕竟他的安危关系重大，此事已经惊动了将军阁下。 既然如此，那就在门口看一眼。队长现在最需要的是休息，请你理解。嗯。多谢。 对了，队长告诉我，刺杀他的刺客他认识。哦，是谁？他叫蒋彦龙，很可能就是你在谢春轩诊所发现的那个神秘男人。我明白了，您放心，这件事情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，给队长一个交代。拜托了。 长谷君找我有事儿，你这趟出去想必玩得很开心吧？啊，不是马上要行动了，难得放个假。啊，帮春法的，拿回去尝尝。是这样的，你需要接受一些调查。现在吗？现在，跟我走吧。
你干什么？见人啊。见什么人？我见什么人跟你们特高科有关系吗？当然有。我见了胡英英。哦，胡英英，你见她干什么？跟她告别。可据我所知，你请假的理由是去还账。是去还账，顺便告别。那你为什么不如实告诉山行队长？我好不容易出去一趟，我肯定想多办点事情，我没有必要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他。重要的事情必须报告，对吗？对。那对你来说，出去见人是不是重要的事情？那你是去还账顺便告别呢，还是去告别顺便还账？看来胡英英对你来说很重要。我承认我喜欢她。喜欢她？那所以说你一出营房就去见胡英英了？是的。那你几点钟到的望江茶楼？大概是2:30左右。坐黄包车去的吗？是。几点钟从营房出去的？应该是2:00左右。我们已经推算过，从营房到望江茶楼，如果坐黄包车的话，最多只需要20分钟，可你却用了半个小时，这多出来的10分钟，你干什么去了？这10分钟可以做好多事情。
传递情报的可能。我马上去仙乐宫找胡英英核对情况。白景政委，非常感谢你对我们队长的遇刺事件如此费心。不过还是要提醒你，怀疑的对象远不止胡英英和严有生。这个我明白。谢春轩一定会把和内藤队长吃饭的事情告诉蒋岩龙，但他并不知道内藤队长临时更改了地点。内藤队长在赴约的前一天曾在茶道馆用志贺甘南这个名字赴约，他和谢春轩相处时用的也一直是志贺甘南这个名字。军统方面很有可能会知道，如果茶道馆有他们的人的话，那内藤队长的行踪就很有可能会被泄露。不过您放心，我已经派人去调查茶道馆的所有人员。哎呀，你果然是细致入微，难怪我们队长对你如此信任。只可惜我没有能够阻止内藤队长遇刺，就连那个衣着华贵的老太太我也没能够排查出来。